涉及12个港人偷越边境案的黄林福，前年在旺角警署外投掷汽油弹，被判入教导所。17岁的黄林福由囚车押送到区域法院，案情话他前年10月14号在旺角警署增援投掷汽油弹，警方亦都在被告的手机发现多段涉案的聊天记录，话要烧死警察。他已经承认有意图而企图纵火，同管有物品意图损毁财产罪。至于他去年偷渡的时候在内地海域被捕，最终遣返香港，被加控妨碍司法公正罪。他今日在庭上亦都承认控罪，法官综合两宗案件判他入教导所。